他的诗歌呢，宋家乡以英文、波西来语和中文共同来书就，对，非常的有才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有请郑耀平、马艳艳来为大家朗诵这首作品《一个伟大的城市》，背景长笛独奏李丹丹，请欣赏。好，一起来聆听。 宇宙。